阮这大姐食古锥，哦，我今日拄着这大姐，大拢袂爱困，啊无一点个火车，大拢足久，咱那个嘞，咱那个在那捣蒜头同款吼，这个在那捣蒜头，哭哭哭哭，啊，阮这大姐嘞，阮教你开讲安尼吼，大拢袂爱困啊，哦，有来恁大家，经过哪啊，找咱那大东。哎，咱们摆动是有来有去哦，以后不是上下，他是昨天是左右摇晃，哎，昨天的是左天，昨天的是左右，上下比较严重哦。哎，这嘛嘛是迄个哈，十月啊哈，啊无，我讲哦，无啊，做我困哦，我昨早车早啊足忝的，哦，早车早啊早爱困的，倒去嘞，啊差你啊是怎样啊，哎。来啦，看到车当就是着921哈，哦，伫阮这南投遮啦，哎呀，阮这离离阮这南投这迄个921大地动，哦，迄个真严重哈。无啦，即个大陆有迄手机啊哦，拢有咧好啊，所以大陆先走进前啦，免惊啦哈，免惊。啊，卡牌是袂走啊呀。卡牌是抓不起的了哈，来来，来，再来看一下咱这边嘛，那下手边看一下咱台湾暖树啊，哎，台湾的暖树，啊，再手边呢，当看到是咱的五味生和罗汉生，哎，啊，恁嘛做羡慕呢，恁做哪去的呢？坐坐火车顶。坐东坐好，啊，过来嘞！阮那个火车嘞，下个月阮就无要过桥啊。哦，阮十月初开始，阮就无要过桥啊。啊，所以嘛，只存这个排行坐尔啦。哎，存这个排行坐过桥啦。哎，所以恁若真来去嘛，真幸运。好来，哦，开讲拢开讲吼，咱来迎接胜仗者哈。好来，伫咱个看咱个下手边个，当看到咱个玉米哈，还有我们无花果。无花果你冇看过个，是个绿绿的，哎，细细的啦。啊，无花果好食无？好食哈，最有营养嘿，大人嘛最爱食无花果个哈。啊来，下手边个，当看到咱个芒些葡萄，哈，芒些葡萄。看到金蛇啦，木瓜都看到，金蛇木瓜拢是真个水个吼。哦，恁做大拢买咱影车，你有感觉无？买用个，人咧甲你翕相个，甲恁录影个哈。好来，伫咱个左手边呢，是咱个猪爸爸的家，我们粉红猪的家。我们粉红猪的家呢，上面加盖了一层黑黑的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太阳能板呐。他在人讲，一江米果，龙拿江水果，哦，一举两得。啊，现在我们火车呢要来过桥了，要带大家来过桥了。那过这个桥呢，以前叫浊水溪，现在东螺溪。在我们东螺溪上呢，可以看到许多的野生的水鸟，还有水鸭。在我们东螺溪的河畔呢，在我们右手边呢，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宝级的，346，我们的蒸汽火车。在我们的左手边呢，是我们的交通号志啊，那些景观呢，都是我们县政府所规划的。你是我们那个最正派了。啊，当然了，你是我们的呀，我当作我们的。上天哪呢？上天哪呢？上天哪呢？伊咱无大爱心。上好吃猪，咱台湾猪。好嘞，大小朋友来找找看，我们家的猫咪有几只？
第一头香，在我们的画面呢是我们的西湖翠。然后在我们的右手边呢，可以看到我们的丝瓜哈、菜龟，还有火龙果啊。火龙果呢，这么是东北西啊，恁这么来讲，火龙果是真好哈，不俗。好来，在这边呢，我们火车怎么变换车站？不能回家，慢慢往家走。等一下呢，在这边呢，来看一下我们右手边的黑白蓝军。白色的呢是正线，黑色的呢是正线。好，现在我们火车呢已经慢慢来到我们的休息站了、我们 B 车厢的浊水站，我们在这里休息五分钟，我们在这里休息五分钟，下来走一走，跟火车头拍一拍照。那个绿色货柜屋呢是厕所，那汽车货柜呢是本色。我们怎么下车呢？那个门有个圆圈圈的拉环。往上拉，门往里面推，这个打开了。哎，门我就一扭，好个腰转菜，我上不来了，当亏去了。哎，我家里呢，火车较长哈，有车厢较多哈。啊，所以大家我注意一下，迄个我广播者哈，我广播的声音啊，跟警车恁就警车嘿。哦，大家就趁着大家时间啊，他就趁着大家时间嘿。停了再塞的车哦，我们换车停了再塞的车哦。